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咱也得讲耶稣伫世间的日，得讲到耶稣的故事，一定会讲到一人，就是伊伫做医病赶鬼这种的神迹奇事。伊毋是讲医病赶鬼那点，伊有真济神迹奇事，譬如讲。用五个饼两尾鱼，啊，予超过五千个人，诶，上少保守的估计，会超过到八千人安尼食到饱。哦，咱来看，有真济即种的神迹故事，啊，嘛有真济是伊在讲的即个上帝国的譬如。咱会看见耶稣医好人的病，包括譬如讲青盲看见，下到的讲话。啊，臭耳的听会到，搬开会行路，太高的麻风的得到医治，甚至死人过活。啊，这拢伫基督教的圣经内底一件一件一直讲。啊，地点伫倒位？啊，耶稣用什么方法解医治？讲甲真详细。咱嘛会当安尼讲哦，两千多年来。有真济人读到耶稣的故事，想尽办法要去解解说，特别是要解说这个神迹要安怎代解说，互伊出来，互大家人会了解哦，原来神迹是安尼发生，也是讲这个神迹要安怎解理解。不过那阵到今仔日。找无真正适当的方法，因为神迹毋是亲像咱一般的人用即个理性，还是讲理智，还是科学有法度解证明出来。譬如讲哦，古约圣经有即个故事，就讲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啊，红海的水开去，按对中行落去。啊！等候这以色列人过红海了，埃及的兵对后面一直弱，啊，弱到伫海中，啊，以色列人已经上了，啊，但是埃及的兵到海中，啊，这个海水佫冚活来，啊，这埃及的兵死了了。要安怎去了解这真恶，真正非常非常恶？啊，毋过虽然有拍过电影，即个故事流传到伫今仔日几若千年，真歹去甲伊合理化做了解。所以伫看这神迹奇事的故事，敢若会当用一句话来讲，叫做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啊，若相信上帝。这基督教圣经在讲，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无所不能，就是在讲，伊那是一个真正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创造宇宙万面的上帝。啊，这哪有法度对无创造有，就无有迄个未当成就的代志，无有迄个讲神真正的神做未到的代志。这伫基督教的信仰。就是安尼讲，吼，讲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所以无论是旧约、新约，这个神迹的奇事，得当用一句话解讲，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嘛当安尼讲，伫耶稣医病赶鬼这个行神迹的故事的内面，有一项代志。是因其伊在医病时阵，甲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发生真大的冲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啥物？伫安息日，耶稣医病。安息日就是伫讲一礼拜内底的第七日，啊，这个第七日，那今仔日来看，就是拜六哦。啊，这个安息日呢，在摩西的律法里底真清楚规定，安息日绝对袂使做工作哦。啊，那照基督教的十条诫命，讲上帝十条诫，第四诫
就是在讲安息日，就是一个圣日，拢未使做工课。啊，这唔但是讲讲未使做工课，行路走火未使起火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传统，因为是安息日未使行路走火起火，所以安息日的食物。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那咱今仔在讲叫做拜五，拜五就要将拜六要食的物件准备起来放。啊，安息日就免搁再去巷路走破茶点火煮烧无，就是食冷的。啊，这是十条诫命，在讲未使做工课，破茶就是做工课，打水就是做工课。这个是真清楚，啊！不过在福音书内底有记几那遍，耶稣在安息日的医病，而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，因有做这个解说，不是讲破病未使看医生，未使治疗，会使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爱什么急性。这个急性，譬如讲一个人，啊，伫安息日无注意，啊，煞跋落窟窿里，啊，跋一个脚着伤，啊，你得赶紧来救开，啊，无伊伫这个陷阱内面有可能会死去，啊，这会使甲伊救，啊，甲伊救，想尽办法甲伊救开，这拢无违背规矩，吼，这个叫做急性的。那用今仔日来看，就讲发生严重的车祸，要送急诊，啊，急诊是会使。但是那是慢性病，那是慢性病，未使。哦，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哦。啊，你得等到当时才会使。就讲伫安息日，你未使去看病。啊，你嘛，你若做一个医生，你安息日，你嘛袂使讲医病，拢爱等到当时，等到安息日的时间过，啊，你得算时间啊，是对下晡六点开始算一日的开始，啊，到隔日下晡六点，哦，安尼叫做一日，因为安尼圣经福音书内底的有时阵会安尼记载讲什么，讲。日头落山，日头落山通常是用下晡六点看。伊讲日头落山，民众下下阵阵走出来，将厝里的病人，还是家己艰苦，拢走来找耶稣。安尼，耶稣在对下晡六点，一直讲医病，医病到三更半暝。咱啊看，这是圣经的描写的耶稣。啊，伊有一日啊，嘛是安息日啊，爱去到会堂。会堂就是犹太人伫聚会的所在。啊，伫个会堂内底，伊就去看到一个人，伊手已经高打去。啊，毋过因为耶稣有伫当不伫安息日讲医病，所以当时呢，就有真济啥物。有真多这些宗教领袖啊，目睭金金上，要看耶稣，要看耶稣是不是伫安息日的预备。我耶稣知影这些宗教领袖头壳内底想啥，干底想空想胖，要找机会解修理。所以耶稣就叫迄个手高大，手高大，那咱今叫做萎缩症，啊无就是冷冻哦。这种渐冻人，啊，把伊带来伫众人的面前，耶稣跟他问一句话，伊讲安息日伫咱的法律的内面，伫咱的传统的了解的下面，安息日是爱救人，还是爱害人？安息日是爱做好代志，还是做歹代志？请恁大家讲，哎，趣味哦，安息日那是上帝祝福的日。伊个意思就是，予人个生命得到帮助，唔只叫做是上帝赐福个日。上帝赐福个日，那会使做陷害人个代志。所以耶稣问讲，是害人还是救人？好代志还是歹代志？
啊，当然有一个人艰苦，安息日会使看医生无？这就是耶稣提出来的质问。不过，这宗教领袖想的不是安尼，伊讲这个人手高达，就讲这个人手已经在萎缩，这不是赶紧嘛？你得等到日头落山就好。不过耶稣不是安尼，耶稣讲这个人真艰苦，你搁叫伊等，这就是唔对，所以耶稣就伸手来医治这个人。所以这宗教领袖安尼气噶，这甲因的界无同。啊，圣经的作者在写一句话，讲因在讨论要安怎样来害耶稣、对付耶稣，因为耶稣在做的跟这宗教领袖在教示的无同款，这个是一个基本问题。啊，即马来路加福音书有一个真特别的资料，伊讲有一个安息日，这是路加福音书特别有讲。耶稣去到地会堂，地会堂内底看到一个妇人，人温故已经18年。哦，温故就是徛袂起来，徛袂得。啊，这个人已经温故18年，地会堂的内面，耶稣去拄着，咱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我头先在讲耶稣的会堂，拄到一个温故18年，18年，这是一个真长的时间。一个人温故徛袂起来，对伊的生命来讲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。所以耶稣看到，耶稣就伸手医治这个温故18年的妇人啦。这哪难？咱一定会欢喜，甲挡袂掉。真侪人看到，嘛真激动，嘛真欢喜。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足袂爽快，所以这个会堂的主管足有意见。伊的意见就是讲，咱有六日通做工课啊，吼，会当预备啊，拢会当伫这六日来做啊，唔是袂使啊，无应该伫安息日。伊在讲无应该安息日，在讲伊在温故18年啊，搁再温故一下啊，敢有要紧？搁温故几点钟，等候到日头落山，这是这宗教领袖的想法。所以这宗教领袖常常是乎家己设的条例来束缚掉，啊，叫信徒拢爱照这个规矩行，但是因。这些的条例常常疏忽的一项，人的生命的艰苦，是不是因为这些条例都要改拔了更加艰苦？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，这不是讲圣经时代的问题，今仔日这个问题嘛继续存在。啊，这个存在啊，比如讲我伫定拄到这个问题，比如讲咱伫看。哈利波特这个电影，就迄个教会甲信徒讲，迄个电影袂使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迄个电影讲到真侪奇怪，什么人会当坐拐啊飞起哩啦，啊拐啊降落去啦，什么代志出來？伊讲迄拢是魔鬼哦。有迄个教会讲，这个哈利波特的电影找拢是魔鬼，叫信徒唔好看。你袂感觉咁有遐严重？哦，安尼宗教领袖将这代设做一个条例，什么电影袂使看，什么册袂使看，啊，什么物件袂使食？哇，安尼设真济条例，啊，什么物件袂使摸？啊，这条例设设咧，咱应该是安尼讲，好的宗教信仰是乎咱的生命对艰苦得到逃亡。唔是予咱艰苦的生命加添真侪艰苦，而是讲予人的生命加添真侪负担。这是无应该有的。咱来看耶稣在医好这个18年温故的人，遐宗教领袖会堂的主管，伊就讲：
已经稳固遐久，是安怎得爱伫即个安息日来医治，敢袂当等到日头落山？咱得看，这毋是耶稣对生命的想法。路加福音书伫即个故事的后面，又讲到两个上帝国的譬如。我这两个上帝国譬如拢足趣味，伫马太、马可拢有出现。这两个譬如的头一个，耶稣讲到什么？讲有一种挂菜籽，人将这个挂菜籽摕去搭种伫土卡。后来，这个挂菜籽就变作一丛大樟树，啊，有鸟啊，走去啊做巢。咱若听到挂菜籽、挂菜树，其实咱较无在讲挂菜籽，咱会讲到挂菜。不过圣经内面在讲到挂菜，甲咱台湾菜市啊在讲的挂菜无同，咱会差不多拢差不多上。大丛差不多两尺高，伫巴勒斯坦的挂菜，迄是大起来差不多五公尺，差不多十五尺高，这得等于一丛树啊，所以得讲变作挂菜树。这是伫巴勒斯坦约旦河边真济哦，啊伊大丛起来，伊会生籽。爱籽吼，搁再落落来，得搁再一丛树啊起来。啊，这籽呢，也未落落来之前，定定有一种鸟啊，叫做金鹰。这种鸟啊，真爱来这个树啊做巢。是安怎？因为有迄个籽通食，啊，这金鹰真细只，啊，食迄个籽拄拄好，所以会搁保存落来，一籽真少。啊，这地有人安尼讲，讲这个挂菜树结的籽，其实是为着饲金鹰这种鸟啊，所以才会讲鸟啊来这个挂菜树的所在做巢。不过这个譬如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什么，讲有人将这个籽摕去种伫什么，种伫土里，伊已经在讲一项上帝讲。我讲上帝国的意思，得讲上帝做我生命的中心。耶稣得讲这个譬如，已经真清楚地表示一项，得讲你若认为上帝是你生命的中心，你得爱将这个教示实在去达实践。实践得亲像有一个人将这个籽，搭摕去种伫土地。所以这个挂菜籽不是要拿来欣赏的，放在盘里欣赏，这是无效。你得真正拿起它种在土地，伊才会成做一丛大樟树。一粒真细粒的籽，甚至马可福音书是讲什么？是所有的菜色内底，所有的经济内底上介细。这是马可特别写的，讲是。上介细的一粒籽，啊，上介细的籽会当成做一丛大樟树。伊在讲一个人，那是用上帝做伊生命的中心。这个人会亲像一粒挂菜籽遐尼的细，成做一丛大樟树，佮会当帮衬什么？帮衬鸟食来遐做巢，帮衬济济人来活伫伊个身躯边，得到快乐，得到帮衬。安尼伊在讲上帝做生命的中心的人，伊发出来力，你无法度想象，无法度估计。这第是这个挂菜籽的譬如，啊，第二个譬如耶稣接来是讲啥？亲像有人揢一个米羹。米干哦，得讲这个会发的干啊。古早的时阵，无亲像咱今仔日有迄个化学的发粉。古早的时阵，得讲我拿这个米粉团啊，拿了我唔是所有拿起来这个米粉，拢啊摕去做饼哦，啊去烘做胖，我会黏一块起来。
扛大饼做什么？做干母，这个叫做面干哦。做干母，然后明仔在那边搁在做胖的时，做饼的时，这个干，这个起来做干母搁软烂。我做饼的时哦，阮在大家轮流负责去灶卡，甲这老兵的厨房师傅倒卡手，啊，这倒卡手，老兵拢会教阮去暖面粉，啊，暖面粉暖了。暖了，啊，得黏一块起来放咧，啊，明仔载搁炒面粉来用，啊，这个叫做面干。耶稣讲，上帝国亲像什么？亲像一个面干，摕去放伫啥？规团的面粉的内面，哦，真大团的面粉内面，你摕一块面干，搭放伫因内面，啊，然后悄悄咧，这个规个。米粉就安那就发干起来，啊，变作真大地米粉团。耶稣在讲这个时阵，已经在表明一项，无人知影这个米粉团是安怎发，因为米干细伫内面，你看袂到。伊的意思在讲，一个人那是用上帝做伊的生命的中心，这个人。有一股气力在伊的生命内面，这个生命的气力一个发出来，让大家人看到拢着惊。但是无人知道到底这个气力是安怎来。啊，其实这个气力得亲像一个面干，藏在面粉的内面。伊在讲这个时，就是在讲到一个人亲像什么。你若用上帝真做你生命的中心，你的生命力无法度通想象的大，无法度通用人的气力家去计算。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故事，甲讲这个譬如，伊在讲到，大家人爱去思考者，用咱的生命真做上帝做我生命的中心。安尼，你发出来气力就真歹计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无法度去计算上帝力是偌济。啊，这是耶稣对伊安息日对伊病人，耶稣在讲上帝国的譬如，唔通忘记，真有意思。咱若将咱的生命放伫上帝手，用伊做咱生命的中心。咱伫世间的日发出来气力，真正是无法度大估计。这就是耶稣在讲的譬如甲驾驶的意义。真多谢你半时间收看这节目，上帝疼惜、祝福、平安。